踮在地钢琴家陈瑞斌长期伫国外传达音乐理念，为着向音乐大师致敬，伊倒来到故乡举办音乐会，希望伫疫情期间用音乐的温暖力量安慰民众的心，用大师作品陪伴大家度过美好日子。用双手弹出美妙的音乐，让每一条乐曲充满生命力。这是钢琴大师陈瑞斌这次接到音乐家贝多芬250周年，以及柴可夫斯基180周年，陈瑞斌将会用伊出色的琴艺来向两位伟大的音乐家致敬。那来的纪念这两位伟大的作曲家，这也是当然是很多地方做不到的。那在疫情的情况，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这两位作曲家当初的医疗缺乏的状况之下，他们如何的坚持，这样的一个创作。那我想要表达的当然就是说，我希望能够鼓舞包括台湾包括全世界的所有的爱乐者听众社会，大家不要去放弃，然后也希望给下一代下下代美好的一个梦想。钢琴大师陈瑞斌不但是台南在地子弟，更是音乐市民，离伊已经有15年的时间无回来故乡，所以这次的表演对伊来讲是相当的有意义。所安排的曲目也是希望可以向少年人传达音乐家对生命坚持的精神，希望大家在疫情之下都可以透过音乐来得到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